年两日的 KCON Hong Kong 2024在上星期日圆满落幕。KCON 是首次在香港举行，吸引了 4.5 万人次到亚洲国际博览馆参加这项 K-POP 盛事。KCON 是由 CJENM 主办，是世界上最大型的 K-POP 音乐节。不单止可以欣赏到偶像的表演，会场内亦设有不同的摊位，俾粉丝们可以体验到韩国文化，包括试着韩服、品尝韩国美食同埋韩国的传统米酒等等。今次的 KCON 有 aespa、highlight、zero base one、pp 字、day six、boy next door 等多对人气组合出席。除了两晚的表演同埋 meet and greet， 艺人们亦有出现在展览会场，除了舞台表演，举行小型粉丝见面会，并近距离同粉丝大玩游戏添啊！依家就一齐嚟睇下两日嘅精彩片段啦！而在当日，我们亦走入后台和几组艺人做了独家专访，记得留意 K1 韩语啦。